啊，那找无知哦。那像爱卡一边顺啊，拢一边咧滚，一边咧滚。唔免瞧啊，我在这边录。高丽菜太少了，我没有看到高丽菜啊。有啊，你们来对。你古迄豆起来掺啦，掺啊就古包包迄种。那个啊，旧料呀，你要掺吗？你要掺在哪里？掺在碗里。古的啊，上早的。啊，花田一丢完了，爱去吗？什么？花田一丢爱去吗？不知道啊，那个可能不用吧。然后他就不想抚养啊。嗯。两个人都不想抚养啊。你下呀？哎呀，没有，没干，下工人。嗯。刚刚他们跟我讲，我贵，我吃好贵。嗯。免抚养。嗯，我是不靠我去。嗯。花瓜出来呀。哎，去扫完路啊，扫完路啊。嗯。去啊，截图去上，截图起来，起来看，讲我过啊，吃好啊。哎。哎呀。你炒炒炒炒啊！炒啊，我炒啥呢？嗯。啊，够鼓励啊！嗯。没鼓励啊！他讲我你咧讲。哈哈哈！有写外面了吗？写啊，写男朋友啊，王先生男朋友啊，咧讲啊。嗯。就这个那不安全款，嗯，两个人讲，弄安尼，弄安尼呀，两个人讲好。两个下。嗯。两米走几下了？嗯。两个签名。两个，拢安尼写哦。拢是真啊。嗯。免逐个月给我钱啊，拢免交钱啊。意思讲，你有人通饲就对啦。哎，那我都钓你的高票，那可能。你我都钓你的高票啊！
啊，无啊，反正反正我倒讲免试啊，讲我有脚有手啊，啊身体健康啊，唔是孤独老人啊，唔是独居老人啊，唔是咧无生活啊。两个拢蛮笑，但伊嘛一丢，大家嘛一丢，咱就做出来。伊嘛拢有啊，那咱迄件大家拢嘛有。拢免因吃就对啊啦。点圣树啊，拜树啊。好啊。系啊。顶个陈圣文啊，讲都咧讲拢诶，要讲要去弄个食个树啊。啊去网络上查。截图啊，啊去找啊，去，要找迄度啊，讲要吃个树啊。这种代志了，搁吃了输，不枉可怜。吃了输嘛，要五六万以上的。差异啊。伊惊你将厝套断去啊。无啦，哪有？那个，那跟厝就无关系啊！我也无法度顾伊厝啊，那厝伊的名，伊要爱陪伊的代志啊。暗时啊，食清楚。迄是当时写的呢。迄个是外父亲写的。你小平拢无讲这问题吗？放伊只坑内底，无啊，坑内有遐咸。放伊只坑内底啊，坑内遐会烧的，佫歹的。
思讲，你以后嘛免伊在咧饲啊。嗯，讲生活有咧咧过啊。以后你嘛免唔免迄落啊？系啊，系啊，对啊，拢我着告诉，着拜师傅着。以后你拢唔免迄落啊，你也免等你讲要养这个囝。无、嗯，人人个都嘛同款，什么咧？嗯，小兵嘛安尼啊。我无咧养啊。如果做了无咧养啊。迄种吼，拢新闻咧报，啊，拢安尼食害啦，报啊一寡，常来报这负面的，还害咧少年人咧讲我讲话，你咧咧，你第一个伊免讲，免甲我讲。后边我来讲好白听嘛，拢免。你从这点撒下你啊？两个人我从这点撒下你啊？哎，佫无高丽菜啊，菜嘛，你看拢拢高啊，无啊。其实生活费就变偌济对哇，啊连生活费嘛拢无咧无啊。迄边坑在遐，遐坑遐坑遐。啊，你就放了面料啊，就好啊啦，怎样就好啊，免搁带来咧靠背靠母就好啊。规工都安尼靠背靠路，上好是用户口存钱走，唔爱等那个人介意啰嗦。那是因家己的亲，你迄个家己呢？大家买互你入去，无你，你嘛安怎嘛，唔得那当。因大家买替小平出相啊，嘛是共款替小平出相啦，嘛是拢安尼啊，对无？啊，唔走，安尼保险唔走，走啊，走系因得着，无安尼，对无？看啊，有只摕一挂炖鱼无咧？这个高丽菜不能吃吗？即摆才落去，要哪会使食啦？汤倒下去了，怎么没有汤了？嗯，这么快哦！我背起来有啊，你去问阿凯，你背起来啊。
写到这现实着，啊，对这有啥路用？拄则有啥路用？拢袂检讨自己啊，拢安尼，老母甘愿无爱挃安尼，啊，要来遮安尼食饭，要来安怎？你讲，这现实着，啊，是要写到这尼迄落，怎是要创啥？给老母阿公安尼，那边那做啊，算了，对我来讲我，无汤啊，要加水。免加啦，加就无好啉啊啦。啊，你过来菜拢看到了吗？对啊。对来讲，我已经看清恁两个，无效啦。过来接头。啊，写到这尼迄落。哎，中秋节人中，啊未到见面的时阵写的，都小朋友去做笔录的。什么中秋节？嘿啊，迄个中啊未到见面的时阵去做笔录。我念给伊听，伊讲，哎，这不起诉啦，哈、哦。哎，就撤告啊，咱就起诉。无啊，我撤告啊，因两个嘛，因两个，法院无，迄落啊，对因两个不起诉啊。因为，哎，那个被告遗弃案啦，哈，经查结果哈，不起诉啦。认为哈不起诉了，啊理由就是讲哈，依照迄个因去讲的，哈去迄个独分局讲的，哈因两个去讲的，讲潘秀珠的子女哈两个人哈，诶、欸、对于哈没有不用抚养的责任啦，哦跟义务啦，共同哈共同不用啦，哈。啊，不用支付生活费啦，因为我们是一种无自救能力，我是有行为能力啦，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台端哈、哦，据刘进那个刘小平哈、哦，否认啦，因否认啦，因否认讲伊有搞仪器啦，否认啦，被告哈、哦，啊刘进那辩称啦。告诉人潘秀珠的经济很好啦，生活哈、哦、很好啦，啊能够自理啦，啊不需要哈、哦、人照顾啦，讲我拢乌白说乌白讲的啦，讲爱乌白讲，哎话拢乌白讲嘛，骗人的啦，不切实际啦，啊被告刘小平哈、哦、辩称啦，讲哈、哦、我是有一个我行为能力正常啦，啊嘛无破病啦，没有疾病啦，啊经济状况很好啦。啊，投资股票哈、哦，获利很多啦，不需要哈、哦，以抚养啦。讲迄讲哈，这个语嘛，我家己后白讲的啦。啊，讲哈、哦，告诉刘小平讲哈，讲嘿，一讲我目前哈、哦，有自理能力啦。哦啊哈、哦，存款哈、哦，新台币哈、哦，有100万的股票啦。啊，今年赚20万啦。啊，伊家吼，因男朋友吼，王先生吼，住斗阵啦。
啊，王先生会照顾伊啦，所以吼、哦、撤销啦，撤销吼、哦、仪器罪啦。啊，所以讲伊个刘金兰两个讲的拢符合啦，符合事实啦。哈、哦，啊，佮因两个佮有去，啊去迄落 YouTube 的影片 ，YouTube 内底吼截取外诶，佮脸书啦，拢截取吼外图片啦，讲吼、哦，我心话拢过个遮好诶，拢出去佚佗游山玩水啦。啊，经济能力吼、哦、有法度自理啦，啊免人救，免人救啦，啊家己有法度自救能力啦，啊所以讲吼、哦，我跟阮跟狗迄种阿伯讲的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伊无搞仪器啦，啊这个案件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嫌疑不足啦，啊所以不起诉啦。啊、如果哈、哦、被如果说黄秀柱有认为哈、哦、不服哈、哦，这个去啦去告啦，本案件啊那无安怎哈，与本案件无异啦，就是安尼算啦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12月27日。三判啊，你对啦。十二月二十七日。啊，就宣判。嘿啊！啊，讲我败诉啊！啊，因都后壁再搁去用啊？无啦，迄是法官交出去，啊，来叫帮我收集资料，迄间才拍出来的电脑啊。书记官拍出来，啊，本来我老婆要跟人做，啊，本来早因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本来我就无咩，还要撤销，本来要嘛变个去啊，啊是迄太气嘞。人一般囡仔嘛过迄落劳健保嘛，还佫退不也无啦，啊啥物拢嘛无。啊，迄本来就无咧迄啊啦。啊，安尼上好啊，安尼拢免去迄落，免佫走一转法院啊。本来就无要甲人啰嗦啊。上好是要佫走法院嘛，我嘛无想要看着因啊。加嘛无想要看，世间看透，世间真看透看透透啦。嗯，家己说就执行诶，啊，要个对无？迄种家己说，我说啊，也咪白啦，也咪是用诶，也咪饲诶啊，也咪捡诶。啊，责任推卸给你啊，王先生抚养啊，你照顾啊。这种话写会出来，唔错。啊，法官嘛判，嘛甲判无罪啊。啊，本来我嘛是希望判无罪啦，安尼就好啊。无判有罪哦，我嘛不爱，对无？啊，安尼皆大欢喜啊，对不对？伊欢喜，我嘛欢喜啊，够欢喜，够爽的啊。卖个等咧法医撞来撞去，那个等咧还等咧引头卡咩出给我？一直要家己的老母就在设计，啊，安尼一直设计，我不爱啊！安尼作业你现做啊，做迄种恶业我不爱啊，对吧？伊安尼是咪做恶业？啊，安尼算就好啊。太太啊，你呀，加搞，两个加搞，分外心了，王先生照顾，我男朋友了，男朋友王先生在照顾。跟我说，为啥你后白讲？讲什么一个？我咧无人插，无人安怎？讲我是我没有疾病。唔是要体是无要紧啊。这个伊就先讲因家己经济状况的不好的好啊。啊，若要抚养一个月，你个菜刚有熟，你嘛就买落去吃。可以啊。
跟大家是在丢人相片。安尼，户口可能遐安尼，就代表比如讲抚养啊，是在丢丢这个新妇，加安尼算真正了小平安啦，算袂歹啊。安尼咱都欢喜啊，有咧顾了小平，有咧甲替做人啊，对吧？我就讲想要户口赶紧刷刷掉。不要再跟人啰嗦，你到底欠人，欠人钱要创啊？寄公司也无要紧啊，根本也无差。等咱批，不是咱安尼吗？寄公司就好啊，出在伊，对吧？家己先出来，再藏公司。啊，佮家己袂使藏的哦，讲爱人摕。爱人甲咱提出去，才有法度，家己无法度去藏公所。台湾这块，我定定爱要说个说这个户籍地，说这么种啊？有通讯地的话，我说是户籍地。对我一世人都唔捌咧烦恼户籍的代志，所以还不甲我食到老，做咧无户籍，嘿，要甲相公，唔是咧无趁钱，唔是咧无买厝，啊买，少年买啊老母，啊嫁人买啊翁，家己离婚，家己买啊家己，所以变啊，逐项无，迄就是我家己唔知啥报应啊，对啊。所以爱家己忏悔啊，那些怪别人。心内发光吼，咱真一挂少年人，拢以少年的想法，拢袂去想传统吼，就是老爸老母就是痴心爱饲的，啊，拢安尼为少年人啦。啊，历史做迄代志嘛，真系迄为别种新的代志嘛，咧做出来。
性不同。讲无搞仪器啦，两个人讲伊无搞仪器啦。你讲你家己要走的啊？是，啊，伫遐嘛无你食，哪有效？伫外国嘛无你食，你食你家摕钱出来啊？就是安尼结案就好啊，啊，干那安尼好啊。迄当阵也无要甲过啊，迄个客气会气啊。出来几十年，毋捌咧小见面的，毋捌咧接通电话。那几十年，啊，八年，啊，几十年，差不多几十年啊。有了几十年，你伫恁兜了几十年？差不多上下嘛，差不多。那有，恁五十二岁，你嘛才六十岁尔，你是了几十年多？我来遮嘛才五年尔。是啊，你嘛出汗未啊？嘛真汗嘛，敢无？可以关掉了哈，好吗？好、嗯。嗯嗯嗯我不是在讲伊无甲抚养，我是在讲。伊迄个户口，伊叫我迁出去，啊迁出去，你爱甲我安排啊，什么咧？我是咧去坐啊，迄个，我哥甲我讲安尼，我来顾伊去，我就讲无啊，无要顾伊去，讲，伊讲这工伊去最顾的呢。我是咧去讲爱甲我安排什么咧？厝甲我袂调啊，叫我出去，啊做人做甲即型的，做人囝做甲安尼。啊，咱甲阮妈共完全共款，阮妈啊嘛安尼，我嘛安尼。阮妈是性格性格要害，是修仙去，啊我阁无咧。我是无遐多改安尼啦，比我较歹，两个外歹咧。苦多，多咧五个还苦多啊！我拢想讲啦，一个外国无出来吼，啊即马一定足歹命，啊足歹命，哈哈哈，啊佫无钱，佫足歹命，啊佫
搁较纯润嘞，啊搁，搁无。逼你去调迄落嘞，钱也摕出來。拢一定摕出去，一定咱摕，咱摕出去才发到大啦，一定诶啦。所以迄阵准备讲，我要出来去出家，就是安尼啊。我来是出来要出家啊，唔是要对你走啊。一定是做少女啊，第一个做做少女啊，一直做啊，穿个食，煮个食，一直做安尼啊。唔是因老母啦，就是做少女啊，第一个做就是少女啊。即摆唔是安尼尔，得过有房屋退休，你着规个都过较惨呢，干嘛呢尔，拢无钱啊。廖小平也无法度钱予你啦，你家想看嘛？你有在来出门啊？廖哥，你一个月才领偌济？有法度出门吗？你有法度出门？你讲。无咧想遐济，就你啦。无啊，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。无咧想遐济啊，就是安尼出来啊，你无咧想遐济。我讲因无咧想遐济啦。但系人我爱我家己出啦，要食爱我家己出啦。对嘛，可爱的呀，快点的好啊！哎呀，人家最早最的派系。